我担完。喂，咩嚟？呢个咪我同阿 Vivi 去文武庙度求翻嚟嘅平安符咯。哇，一齐走斜啊！Vivi， 你嘅平安符咧？你等咗喺边度啊？阿七婆会带咗七一四十九嚟先靓噶，你哦一对啊，一齐撞斜几衬咯。你都咁觉得啊？擘块面，咪上次我同阿 Vivi 去文武庙度喊完惊求翻嚟噶咯，即系带咗佢喊惊啊！我反来咁咯。点啊？未见过啲都市人喊惊啊？吓，入乡随俗，你识唔识嘢啊？即系多得晒你啊！识得教我带 Vivi 喊惊。诶，我有啲嘢做。 哇！哇！出奇啊！翻来咯，翻来咯，翻来咯！哎呀，仔仔啊，你点解要走来走去啫？失惊无神咁，你走出嚟我又唔知，揼到人就唔好啊嘛！叫你个仔啊，唔好周围走啊！人生哑铃，你生哑铃，有嘢生木啦，教学人扮嘢。扮嘢？边个叫尖尖带我去喊惊啊？吓，上次单嘢我都未同你计啊，喺度玩嘢。 讲咗一千次啊，厕所好似意外啊！你系咪脑缺钙啊？要唔要试下阿婶口服液啊？意外又发生。鬼叫你穷啊，就顶硬上啊！鬼叫你穷啊！ 喺庙啊！咩庙啊？咧冇探完。冇探完啊！我已经周围问过晒啲人噶啦。死者咧就系一个小贩嚟嘅，不嬲咧就喺庙前摆档，日头就卖啲护身符啊、平安符啊、风车蕉嚟啲嘢咁。夜晚咧就卖老番碟丝、烟同埋咸酥。嗯，呢度嚟睇下嘢啦。啲古惑仔吓得罪人多，称呼人少，咪 check out 有咩仇家。好啊。唔系我啊，你哋啊。 死者啊，系啊。喂，诶，唔该，陈生啦，我系走私保险公司 VVND 打嚟噶。吓？我争咗你少少时间啊，陈生。喂，你。香港咧而家有好多唔同嘅传染病毒噶，嗱，例如系 H9M2 啦，另外系诶洛克尔贝咩病毒咁样，同埋呢一个诶大肠杆菌。咩状啊？ 最紧要系我哋宙斯保险公司为咗顾客嘅需要，我哋而家有一系列嘅新嘅 planning， 就系俾你哋知道，我哋所有病毒都会保，无论你中沙士都好，我哋都保噶。咁请问烧死咗有冇得赔啊？烧死又唔属于传染病，不过如果你有需要嘅话，我哋都可以介绍另一个 plan。 呢位先生，你把声咁熟嘅，好似系莫作栋系咪你啊？梗系我啦，呢个电话嘅主人啱啱烧死咗啊！陈伟强死咗。 啊！呢电话主人又叫陈伟强，等等等等，我真系唔知佢系边个嚟。那个陈伟强系圆系扁系方，我都未见过，我唔识佢噶。唉，近排真系运滞啊，唔系嚟差馆就系见死人。阿周之无日夜都一身蚁咁，无端端俾一个唔系我杯茶嘅人捉咗我去喊惊。 最衰就一啲无谓嘅人，八卦卦卦、猪猪事事咁样走去隔人，你都唔知咩门路。咩啊？咩咩茶？咩八卦啫？咩嚟噶？
師奶，而家嚇保險界女強人真係名副其實嘅女強人啦嚇、啊！你諗下第一次嚟我哋口供房，哇驚到喊曬咁，而家真係嚇、啊、當正自己屋企咁啊！李小姐，我係想請教一下你，你點識 call 到呢個陳偉強噶？都估到你會咁問噶啦。我是跟住呢一沓 list 去 call 人嘅。真係喎，呢度就有四個陳偉強喎、啊嗯。陳偉強個名咁普通，四個有咩出奇啫？呢四個陳偉強裡面咧，係死咗三個啊！李小姐，呢、這個就係電死嗰、那個，你記唔記得啊？我乜都唔知嘅喎，呢沓嘢公司噶，公司噶。份報告出咗。嗰盞氣燈真係俾人做過手腳。咁講，法單 case 咪係謀殺案？咪直情係啦。死啦！一連三單命案喺我環頭發生，叫我點同老頂交代啊？唔係三單，係一單，一單連環謀殺案。一單。坐低，慢慢聽下啦，各位。我記得第一位死者陳偉強係一個大排檔老闆，係俾佢招牌跌落嚟砸死嘅。第二個死者陳偉強，表面上係貿易公司嘅老細。其實就是賭波嗰啲外圍佬嚇，就俾自己個魚缸電死嘅。而第三個死者陳偉強，又是陳偉強，是一個小販就俾個氣燈燒死咗。各位，三單命案，三個死者都是叫做陳偉強，好明顯是有人非常之唔中意呢個陳偉強。各位，當然我哋有兩個可能啦，就係、是、分別有三個人好唔中意三個陳偉強，或者我哋覺得機會比較大嘅就係有一個人好唔中意三個陳偉強，所以殺咗佢哋。換言之，兇徒好大可能係同一個人。咁有咩辦法可以捉到兇徒？係咩？簡單啊，瑪麗，你知道陳是我哋中國人的大姓啦，相信我哋中國裡面係得四千零萬個陳偉強嘅啫，我哋逐個揾佢出嚟應該冇乜困難，幽唔幽默？衰嘅真係俾少少。啊！但係點解兇手嘅殺人次序係同份 list 一樣嘅咧？嚇？咁會唔會兇手都有嗰份 list 咧？唔會，呢個保險公司自己只有嘅咋。咁會唔會保險公司裡面？有內鬼，有冇人識得茅山啊？手足門捉鬼。就是这样做的了，有问题再问我们。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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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姐，你要嗰份 list 啊？得啦。如果冇咩嘢，我出去食 lunch 噶咯喎。好啊，有咩事嘅 call 我，我都要見客。好啊。睇下，睇下嘢啊！你請啊！我都估到唔系咁简单噶啦，但细估唔到，原来你就系连环杀手。咩连环杀手啊又？我贪完啦，我真系冇杀人啊！呢句说话你同我讲过好多次啦，我觉得最冇诚意系呢次啦。咁我真系次次都冇杀人啊嘛，望太，咁你想我点讲啫？唔通话有啊？有边个杀咗人会自己认嘅啫？近来有冇去滚过嚟啊？关咩事啊？
近來有冇去滾過嚟啊？冇。有。有定冇？你咪係咯，去滾又唔係犯法嘅，你都咁結結格格咁樣。如果你殺咗人，你點會認啫？呢鋪你肯定殺咗人。唔係啊，冤枉啊，莫 Sir， 我冇，我點會殺人？我好辛苦揾咗份人名表翻嚟，佢嗰個死人長頸鹿，即係李慧慧，一個唔該攞咗陳李章和去做，剩翻屎尿淋白菜俾我，仲留一張屎喎。你話香港有幾多尿淋白菜？今日即係分明靠害我。我係晴晴雞入去佢間房度，我都突然想攞翻嗰張 list 出嚟，想整翻佢鑊係咁多啫，我點會殺人啫？嚇，係真唔係真啊？真㗎，網上。嗱呢句説話有啲誠意啦，我相信你冇殺人。好啦，你終於肯信我啦。但唔等於你冇犯法喎。又點啊？我信你冇殺人啫，但係偷嘢都係犯法嘅。帶佢去拘留所扣留48小時，睇下事主告唔告佢。唔係啊，網上又拘留所冇啊！你而家睇紧嘅系 TVB USA 官方频道，想睇更多 TVB 精彩嘅节目片段，就快啲揿埋下面呢个钟仔 subscribe 啦！